啊，来小剧本了啊！哎呀 ，IZ， 确实是没有掉线，但是掉人了。他在里面卡了很久，他其实小鬼已经盯他很长时间了。踩山上那个位置会不会好一点？我也觉得，至少延展性会强一些。哦，开到脸上了。 打掉了 Johnny J， 这个贴脸扔雷有点。小喷子，哎呀，外面的也被打倒了。H7之前掉了妹妹，所以这波本来就少一个人。对的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骗，他不要直接打，这还打药？哎呦，真的是。 突出一个大胆，不得不说他还是很冷静的。他没注意，反而是原点，停车了，没掩体的，扣的幺九还切着 mini 呢，就不要被打了。队友能不能，哎呀，过不来，队友还很远，应该不会冲过来了。这波如果队友再冲过来，那就是白给分了，因为对方所有的注意力都已经集中过来了。但他能往哪儿走呢？他也没地方去啊。绕过这个坡，再往前面一个坡走啊。 硬来，我就是要抢这个厕所。对方跑了，不接你这个团，我追着打，追着打，能不能打掉？插一枪，再来。哎，但是对方有人架枪，哎呦，正好在换子弹，来了，有队友，还有队友换子弹，来了，贴脸，打掉一个，提前枪拉过来，哇，好快的枪啊 ，Jeff Locker。这一波左右开弓，一个人就顶住了DDT整支队伍，崩了。这波烟机疯狂追分，他这个拉枪只差。 抓住了你的头线，我现在开始有点担心天霸的心态。是的，天霸现在肯定就是打了一个问号。哎呦，没听到吗？这个。 J2注意力不在这一侧，小海这边的架线也是晚了一步啊。麻木现在也是在被脚底下的声响给吸引啊。马老师，我觉得刚才可能是J2和这个小海之间有语言的交流和沟通，所以他没有听到这个人走上来，这雷也排不到，小海直接溜了。 哦，小海切枪什么意思？想操作？队友拉出来扫车，效果一般，成功与队友汇合。哎，这个时候就感觉掉手雷试探一下。哦，炸到了，来了来了，直接顶了。哦，先打掉一个，给火瓶。哎，但是这个火第一时间还没上，但是石头把速度给补了，直接撞倒了，刹不住车。 哎呦，位置没锁定，被秒掉。哎呦，翠西也倒了。这波近点和远点各打倒一个，这样的话，天霸还剩一个人啊，只剩这个马棚的了。与此同时 ，EMT 直接把 KDF 灭掉了。问题就是3 A 会杀上来，有没有机会把 EMT 团灭在这里？能不能把这个架给劝了？是的，就让 EMT 也别再多拿分了。哦，还行 ，EMT 是也被灭掉了，被灭了。那分差并没有再一次被缩小。 没有再次缩小，看天霸有没有机会。是的，但只剩堂弟的一个人，打这个战斗，感觉他很难打得过这几个禽兽。我觉得不太可能打得赢了。是的，已经锁定位置了，就在里边。他还是把 M4。提前枪出来，补人，有梦想，有梦想，哇，两个，最后一发子弹了，切炮拉出来打吗？先关门，先再补人。再开门，腰射，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哇，操作是挺骚的，而且小北最后也是没子弹了，切的 mini， 因为他最后是步枪没子弹，所以他把门关了，就要先补一分。他这个梦想真的是很有梦想的梦想啊，这是有梦想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拼啊，他不补人，有梦想，打倒两个，差一点给他三杀，小北那血量就差最后一枪而已。那17同样对于17来讲，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可惜，他。 这样掉了一个，还这还折损一个。这两个人的话，在这个位置就是是个弱侧，但是不见得能打得出来。是的，是的。
头顶牛海皮开始发力找天路的麻烦。4M 趁这个机会已经拉到麦田的那个拖拉机了。这个雷好准，头皮萨萨也把明明压残，后面哇这个三倍但自己位置也被萨萨补上来打倒。2打1反应很快，明明起身的一瞬间就把他击倒抓住时机，但是对方的脚步一漏，明明就起身作战，然后不漏了之后立刻往回趴，这个时候需要队友去探点信息。哇、哦、好准的头皮，队友补人，队友补人，但是明明这边好像是被烧到了，没问题没问题、直接被打到没问题，那还能救。哇他们是怎么做到隔着草也能这么精准的爆头的，我每次我玩这个游戏一隔着草我就跟瞎子一样。注意到了这非常明显，现在最痛苦的一点就是小叮当这个车没停好，进也不好进出也不好出，他现在就出不去，他没有办法很灵活的转移到后边。是的，他必须要他要跳上这个车，他不能够切作为那个门好像也被卡住了。对对对，他要跳上那个车的话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白给。如果从侧面窗爬出去基本上也是白给。是的，天路、真的来了吗？还是来对 DK 动手了、对 DK 动手了，高打低过来直接一逼大，但是萨萨这个显得太危险了，在空中就被打掉，就也是绕了一侧、他看到小叮当也上去了，小鹿帮忙打了一个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天路也是直接被打掉，然后 KRG 也来了 KRG 也来了，小叮当撞过来，小叮当，小叮当还在等待机会，小叮当，小叮当已经从厕所出来了，这波石器也要过来吗？石器没有过来，石器只是拉出来了，石器从那边过来有点远、这波小叮当出手了，但是远点发现他了，那个地方已经没人了，他在扫那个尸体，就是尸体那一块区域。小海是放倒了一个，这边烟雾弹有点多，确实看不太清楚。是的，小叮当有没有机会开着车去硬冲一波？他那车还能动吗？应该是动不了。硬跑，灵活跑位。哎，他补了一个，打掉了一个，打掉一个，他把面前架上的人秒了，是直接开跑，鲶鱼身啊！我想说鲶鱼身法滑不留手，但是被十一兽远点一枪带走。十一兽抽马的王，是的，管你什么身法，你来鲍鱼身法都没用。伤人王是的 ，VM 直接拉上来，经典对决 ，Forever 被点掉，二打二。哎呦，没想到在 BPC 当中还能看到剧本杀，这样两个队伍二打二啊！是的，你想说什么？这一趟来的值了，多说点。目前来看，石溪这边占据着高点优势啊。但枪械上面没子弹了，小北什么意思？只剩最后三道，石溪说看看这个雷能不能排到。哎，他好像知道，他知道，猜到了，猜到了。这一颗雷直接炸倒，反制的雷，石溪兽承受了太多了，九臂成良一，石溪兽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三级套装，能不能有个机会？他其实上一波就可以来这个反坡了，来的慢了一点，他的雷来了，小海的也来了，是的，哇，文化互搏，再来一个雷，再来一个，这个要救很危险，很危险，炸成半血不敢救了，小海还有雷，这一波文化交流啊。好像这个时候啊、也来不及了，一打一了，一打一了，刺激啊，小鹿是救不了了，刺激、但是小北状态很差，而且小海满状态加三级甲还有 AUG 啊，三级有闪光弹，起身扔闪，如果在平地被闪就闪到了，被闪到，没闪到，被闪，被闪，没闪到，但是第三波小北打赢了，小北直接起身果断出枪，小海因为一个被闪的操作反应慢了一拍，这个决赛圈打的真的是非常焦灼，太精彩了，我的天，就基本上两边的。技战